本节目由帕家军团联袂演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帕哥哥。没错，小帕带着雨战 UZI 来抄家了。这个门血量1000，打的话特别难打。咱们试着撸一下这个在整理邮件的人。哎，打了一枪没反应，原来是在挂机。挂机咱可不能打，这几天小帕被人骂的已经够惨的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打了挂机，他喵的不让我滚出直播间，小帕你怎么不滚出直播间？那个大柜子真的是太难打了，没办法，小帕只能用刀来砍这个小柜子。最后终于获得了3个随时、3个铁矿以及1个河豚。哇，第一次抄家就遇到了同行，这个人有移速棒，但是他没穿甲呀，小帕我好想打他呀。最后跟着他来到了飞机这里，哎呀，终于忍不住了，我要干他。来到这里不能空着手回去啊，结果发现这人啥都没有。哎呀，真穷，真穷啊。哎，作为一个营地的管理，咱也不能老是拆家呀，是不是？一定要为营地的发展做出贡献。在这里点名批评一下乌贼小才、快乐小男生还有咖喱棒，你们都在干嘛呀？作为管理居然不帮忙，居然石头。小帕带着营地的人花了一上午才把石头给捐够，终于是把科技给修好了。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跟着我修科技呢？因为小帕答应他们给他们上镜，所以说他们才跟着我一起去运石头。我们好多人一上午才运了10万石头。新区太难干了，不过我们人多，我们不怕，我们有力量。好的，接下来小巴告诉你们新区怎么转金条选职业。哎呀，这谁送的衣服啊？新区转金条的话，首先铁矿、小树枝、骨头、植物根茎，然后锡矿、硫磺、木芯，只要能卖的东西全都拿去卖，绝对能卖掉，因为新区啥都不缺，就缺材料。接下来就是职业的问题了。职业的话，平民玩家适合选的职业有2种，一种是采集，一种是制作。然后呢，我个人来讲，伐木工最好，然后其次是挖矿工，再其次就是采麻工。制作职业里呢，枪械工是最好的。如果让小帕来选，我肯定选伐木或者枪械，但是小帕现在还不想选职业。OK， 赶紧去选吧。我是解说小帕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